在，是不眠无处，迷离无所在，目屎滴落来，阮爱你哪在天涯，不知伊敢会了解。来发表一下意见。那是关于到这件代志嘞，我感觉小弟认你唔对。嗯，啊，你顶路的吼，赶快有台去接陈宝宝。啊，是那你用的台，我先袂用台。我，嘿，这恁都唔捌咯。我咧受邀之时，我拢落这个往生咒，这妖魔鬼怪被我收服之后，我当往生极乐世界。我先伊的功夫还佫无够遐，而且魔君的怨念真深，而且伊啊。佫是用暗杀来开始，一定是死了真唔甘愿。这啊，唔是叫做受妖，这叫做造妖。你会了解无？嗯。受妖的是，我甘愿受罚。嗯，非常之好。啊，那呢，为师就罚你被关在金井之下七七四十九天，才会当出来。嗯。哎，小弟听啦，你这是在讲啥？啊？啊，你家这个囡仔，还关在金井内面七七四十九天哦？哎，你这是虐待儿童呢！对啊，大队书记，你还算违反着儿童保育法哦。嗯，对啦，是，啊，还有迄什么野生动物哦，保育法啦。野生啊？嗯。你唔得将五神当作是野猪上下。人讲有错必罚，有功必赏，这个守法分明，唔该当教这个囡仔是非黑白。主持，你看我讲了对。多谢啊！虽然你讲了安尼是真对，念我五神还阁这么啊细汉，你都给我有一个面子，替求情，这摆原谅伊嘛。主持啊，主持啊，主持啊，你先说。哦。主持，主持啊，这届吼。是我无爱恁两个面子啦，是吼，好啦，我甲恁两个讲啦，七月已经要到，我咧算出来这个五神有一个劫数，所以我甲安排伊在金井之下静坐一番，看卖会当渡过此劫无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，多谢，你实在系用心良苦，对啦，你是讲哦。你来讲几百步，原来是为着这五神母，啊，你唔较早讲的，啊，阮大家就只安尼咧求情，无意思。啊，主持师兄，意思，嗯，啊，那呢，就将五神抓来监牢，准备甲关起。嗯嗯。哎，你请杨阿明啊，去甲金晶叫起啊。是。哦，师傅，我知影哦，这招哦叫做请君送终。什么送终啊？这是请君入瓮。哦，囡仔人唔会晓，我也唔讲，哈。干活呢，搁干活呢啊！嗯，对啦，阿神啊。你稍等下，就通我入面。但内底静坐七七四十九天了后，你就当出来啊？怎样，师傅？啊，放来！有够好诶！一个狗囡仔关在内底，以后都无人会抢我饭来食。伊这些关入面爱四十九天，这段时间使就是我一个人的啊。你请啊，杨阿明啊，来，到底是啥？啊，你有啥话做咧？啊，你头拄啊，跪遐咧笑啥物啊？我，无啊，我哪有笑？好嘞，安尼啦，自今仔日开始，你着负责五神的三顿。
饭煮好，送来好食啊！什么啊？我负责约三顿，阿哥我送饭好食哦。以前啊，我安尼啦，即马是民主的时代对无吼？如果讲你若是有意见者，你只好讲出来去。真是嘞，好，我有意见。啊，你有意见者？嗯。好，那安尼，咱做一个表决吼。咱家拄啊好，有三个人，如果赞成，予杨阿明送饭来五千只，请举手。那安尼赞成必请上饭的，请举手。你即马在遐那就知影吼？知啦，上就上嘛。杨阿明啊？啊无，你是咧笑啥物哈？无啦，我无笑伊啦。自今仔日开始，你着每工陪伫咧金钟的边啊念经互五神听。啊，我逐工爱念经哦。哦，杨阿明啊，你跟我遮尼久啊，你嘛该学一挂经文啊，哈。无安尼啦，如果你若是有意见者，你听我讲出来话紧啊。真是嘞哦，我有意见。啊，你有意见啥？即马是民主的时代哈，即嘛拄啊好三个人，若是无赞成杨阿明念经的，请举手。哎呀，杨阿明啊，你该知影咧做啥？知啦，念经啊。啊，你甲看，我这个人啊，做代志绝对是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。困到好，咱再去梦着迄，我真是，你快开始。唔对哩，啊我今晚呢，做人真好，啊巴肠骨真阔，这骨壮哦，迄应该不比我得对啊。高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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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怪，今日早到时阵也无在。唔对啊，到时阵遐尔平淡着，哪有法早去找？喂，少年的啊，啊你即摆在咧讲啥？嘿嘿嘿，够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变成好混啦，我爱混。啊，你那蝴蝶的伊阿卡，伊阿卡吼。阿姐啊，你是咪陪伤兵啊？我伤兵。你这是啥意思嘞？嘿，陪伤兵的意思吼，就是讲叫你陪兵啊。啊，七早八早，你大声细声，爱是咧爱啥？我是有重要代志来甲你讲的啦。什么重要代志？这有一张批，一张批。这一张批有什么稀罕的？我大惊小怪。哦，更是这，当然蛮稀罕。人这是哦，要请你去办法会哦。有人批，俾我，爱我办法会。你无骗我，你不是刚串通的？我是真实的。啊，无正事啦，我咧给你看卖咧。
恭请公亮大师莅临主持水陆大法会。在啊啊，嗯啊，杨阿明啊，啊，你来这用？在，我是讲哦，要来问你看当时哦，要正式收我做徒弟啦。嘿呀，杨阿明啊，我也无讲要收你为徒啊，你来这呢烦呢啊，煞比进前迄个单亮搁较麻烦呐。嘿，你甲想看嘛咧啊？你呀、啊，念的就叫人过讲，你要共欺负，啊念的就讲人要硬去嫁你啊！哎，但你这个劫数那是过啊，我唔只会。师，安那，你想你看我有缘投哦？不看你缘投啊！哎呀，我甲拄仔讲你烦尔，想袂到你这尼啊啰嗦，我嫌烦啦！哎，你眼前啊，落一个大麻烦咯。啊，师，我有啥物麻烦？你呀、啊，先莫问这啥物麻烦啦、啊，非得啦，非常麻烦，真正麻烦啦、啊，这是变哪只好咧啊？师，我到底有啥物麻烦哦？你一定爱甲我讲啦，啊，你一定哦爱甲我这麻烦化解掉啦，好不？好吧，从今仔日开始，你就待在市中。一个月内拢莫拿出去，看佛祖当保庇你，帮你脱过处境啊！哈，师，待一个月哦。一个月你是嫌长少哈？未就拜我为师，你就这唔听话哈？无啦无啦，师，莫讲一个月，一年哦，我嘛甘愿要待。歹势，唔免待较一年，只要一月内你好法你适中，自然就好了啊。好，师。我会听你的话，做事来做未来。什么做未来？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只要你来当脱开主教，你就当食到百二岁。啊，若是无脱开食，咱就歹歹咯。啊，好事为主啊！奇怪，阮师奶叫我做事来，就爱待一个月。地主仔。师父，你好。爹爹，我已经知影为何乾坤不变主，在这个小号的时阵手来。是为什么？原来就是乾坤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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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这了解是真恐怖，那是你了出状况，查出了难事，爹爹，我命你马上就这个严明人去替我请兵，还是你这只青年，瞧，有人给咱家添添砖，再有，你不管。地主唔敢，师父，地主认为大孙还无我大胆，敢反叛师父，请师父你搁再进一步，帮我调查一下。师姐，你上不了厝，替孙兄求情。莫非你嘛甲伊同款，含迄几个臭和尚有交结啊？师妹，你。美女，你去睡一觉。假使你若唔肯去收拾你这个妻，表示你确实有反叛之心。遵命。请问师尊，这个金玲珑是要哪使用？只要用上上好的百味，要用南疆金玲，不管是啥物鬼事，看看金玲珑有意义，就会生死心。
去去拿嘛。好，你两个可以去办这个。准备一遍。陈先生，哎，你手倒位啦！我找你，找几包，我拢找无人诶。叔兄，哎，你找我着？是啥物好看诶？哎，你水哥，哎，哎，就这啦。哎呦，叔兄，这不过是一张被尔嘛呢？嘿，都穿甲这样诶，哎，哈哈，我看吼，他们是穿正常，要穿迄青梅竹马，青梅竹马来坐你遮，啊，当然是乌白公仔。我要倒来青梅竹马。对啊，亲像到时阵，生到安尼，哪有人会？会安怎？袂去予你的魅力深深的吸引。好，变做安尼来消费啦。哎，莫小心点啊！人像公仔啊！你唔通挂讲哦，这敢若一张皮尔哦。这哦，是有人哦，白请我去主持迄个发挥呢。是讲我等这么侪年哦。头一摆哦，有人这样捌会，会当肯定我的才华。对啊，到时事情哦，虽然无爱虚名，结果哦，也是有人慕名而来。发挥一下，啊，是不是一个叫做桂圆月找你？你来知？是娘，之前这个桂圆花吼，伊嘛写批叫我去做什么水落花花啦。我想讲吼，最近太闲太无闲啊，阿要甲撕掉。我听你操蛋啦！这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嘛，豆豆师姐，你嘛骂安呢，见不得人好哦。我见不得人好，真是。我是为他好哈，不是看不得他好。你，你这样讲你是为了我好哦？对啊，哎，叔爷，你无去看嘛哈？你唔通袂记得哈？明仔载什么日子哈？明仔载什么日子？今仔六月底啊，明仔载就七月初一啦。嗯，七月初一啦。对啊，明仔载是七月初一，唔是开鬼门的日子啊。开鬼门。开鬼门啊！所以叔娘，你得小心嘛哈！哎，你别拄着那个那个。叫你叔娘，那个我惊惊哎！惊你好了，惊啥？那个，你叔娘哪好惊？那上帝讲你好啊！那平时吼不做亏心事，那半暝吼都唔惊，那个来弄门啦啊！啊，搁再讲。迄顶摆迄个陈年四怪吼，我若无咧休伊啊，我阁会惊。那个，啊。这是阮大孙仔性命呢，敢若两救伊，拜托你记得安尼救伊哦。主席啊，你行较紧嘞，好不？你在来创啥？无啊，我哪创啥？主席啊，你是不是用千里传音在甲大孙仔通风报信？大孙仔第一第甲讲的，总讲我用千里传音，伊嘛是接袂到，无是上好啦。到这个时阵啊，你若敢想要叫大师兄，你就莫挂电甲师傅报告。立基啊，你拢无带人，咱是共门的啊，上无嘛有这个情分。你还会记得哦？你闽南哥哥的时阵，大师兄是救过你呢。咱拢是妖精，你还咧讲讲什么情分？情分这两字，是遐个戆人在讲的，我无咧信你这套。副姐，你到底是要行唔行？好啦，咱行啦。啊，总算嘛换另外一个啊！哎，听啦，啊，无你是去创啥？我拄在去讲啊话，讲啊几大串，你到底是有在听无？有啦，我哪有听到？啊，我搁听到这千里传音啦！
千里传音。讲你嘛唔捌啦，孙兄，有啦，你头拄仔我拢听到，啊，你讲你唔惊嘛吼，啊唔惊就准拄煞，啊唔惊无我有代志，我先来。无啦，你走走。敢讲长寿？那个，可是谁？